下个选手，对，他也会做这个三圈半的 axel， 站在冰场的旁边就是他的爸爸，因为他的教练是他的爸爸妈妈。他把一个三圈的 toe loop 在这个 axel 后面。这个比较特色的音乐。flip 到三圈的头，哦，哎呀，没有做好了。三圈的 lutz， 还好他没有把他的手放到冰上，因为他把手放到冰上的时候，裁判就会扣分。三圈的 loop jump。是会跳得非常好，但是不是像刚才从那个日本来的 Takahito Mirror，Takahito Mirror 的跳的时候跳得比较高，也是看起来他跳的是比较容易跳。我想这个法国来的 Kim Lucy， 她的表演是比我们刚才日本来的看的，她比她表演比较好。最喜欢做他做的动作就是这个，这是叫一个 hydro blade。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一个男生做这样子的动作，也是他从这个就会做一个跳，真的是很难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是法国选手 Kim Lucing。Kim Lucing from France。他在短曲的部分呢是排名在第五哦。那今天可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失误的情况产生。是我们的可爱的。有人抛这是饼干吗？
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抛一个礼物给他。对，在出面有我们的可爱的台北来的小孩子给他抓，帮他拿这个礼物哦。我们来看 Lucy 的精彩重播。这是他的三圈半的，但是他今天只是做两圈半的。但是因为他摆在后面是一个三圈的 toe， 他还会加很多分数。这是他的 flying spin， 是比较特色的。OK， 这是我最喜欢他做的动作，是叫一个 hydro blade。你看他可以在冰上这么近，嗯，几乎是他用一只脚支撑，然后整个身体跟腿是非常靠近冰面的。哦，这边是产生了一个失误，好可惜他摔跤了。但是他很有音乐感觉。The score, please, for Kim Lusing from France. The technical score, please. 好，技术分数拿到了51.51分，也是不错的成绩。Program component score. 另外，在艺术表现方面，49.88。Has earned in the free skating portion. 所以他拿到了是100.39分。Which brings him currently in.比前一位的这个日本选手呢，无良重人还是稍微要逊色一点点，差了4分多左右。